Hello，Hello，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剪头发了，怎么的？有意见？看不惯？什么？你们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头像都一样？谢谢以轩的为你加冕，谢谢。谢谢猛男粉粉的 IC，谢谢攻大江亭的舰长，谢谢演技还在，认不清了，分不清了，这是谁啊？你们 GT 改头像，谢谢演技还在的为你加冕，谢谢猛男色腮红的为你加冕，谢谢面团呼噜的为你加冕。啥叫玩哥同款发型？这是一个级别的吗？啊，看清楚再说话。谢谢面团糊涂为你加冕，谢谢多吃点饭的为你加冕，谢谢脑袋圆圆的为你加冕，谢谢阿囧今天的超好饺子心愿人球，谢谢粉嫩腮红哦，你们的头像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的。大小尺寸还有这个滤镜不一样，但有的这个大小不太一样。谢谢圆脸通红的为你加冕，谢谢耳朵圆圆的为你加冕，谢谢荧光麒麟臂的为你加冕，谢谢诺诺诺 Chris 的为你加冕，谢谢塞不进鞋的幸运人球，谢谢1尺6腰的幸运人球，1尺6腰。谢谢锦儿坚决不要换头像的为你加冕，谢谢，谢谢很久没演的为你加冕，谢谢光光要把我揍成糖稀的幸运人球，谢谢秋衣达人的守护之翼，秋衣达人是什么意思？谢谢保龄球大眼的为你加冕，谢谢波浪线儿的幸运人球，谢谢嗨一嗨的撒花，谢谢。谢谢，矿只想要木马马的 SC，谢谢谢谢，考试顺利，考试顺利，谢谢腰比汤细的海湾之旅，腰比汤细，谢谢塑料爱的 SC，啊，我觉得我剪的挺好的呀。好看吗？这哪是小丸同款？谢谢锦儿的 SC，祝你23号好运。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好运。谢谢欲买桂花同载酒的心愿人球。唉，头发剪就不可能完美的，这已经很好了。谢谢 Rhino Princess 的摩天轮，谢谢露露甜心猫的 IC，谢谢被大灰狼带偏的小白兔的 IC，考研上岸了，恭喜啊！谢谢腹肌粉的 IC。对啊，你看我的那个头像里面不也是这种发型吗？你总不能管这个叫丸子头吧？谢谢爱嘻嘻嘻嘻的 SC，
染个粉色，谢唐本还胆胆的手无之意，谢谢耳朵圆圆的 NC，谢谢猛男色腮红的 NC。但关键是，现在我认不清楚了，谁是谁？大概只能根据粉丝牌子分清楚一两个。谢谢 JS8816 的 IC，谢谢猛男色腮红的 IC。猜猜你是谁？猜不出来。你们自己能分清楚谁是谁吗？我就想问一句。谢谢很久没演的 SC。深感触动，喜欢一下。有杂音，现在好一点吗？谢谢叶桃桃的 SC，谢谢那个 KYU Bunny 的 SC。要拿到节目组的 offer，牛啊！谢谢保龄球大眼的 SC，这个谢谢 Kiwi 小小可爱的杏仁球，谢谢面团呼噜的 SC。谢谢演技还在的 IC，保龄球是救心丸，我认出来了。谢谢，我叫苏魔的 IC，谢谢荧光麒麟臂的 IC，谢谢七九重的心愿人球，谢谢演技还在的摩天轮，谢谢小号橙子的 IC，啊？我骗啥人了？上次直播我还骗人了。谢谢朴文明的 IC，谢谢粉红粉嫩腮红的 IC，蹭一波猪猪老板，哪个是猪猪老板？谢谢嗷呜总能中奖的 IC，粉发，那是因为。那是因为它的颜料就那些，好吗？又不是我一定要那个选奇奇怪怪的颜色的颜料。谢谢。谢谢腹肌粉的 IC，你们什么情况？每次剪头发不都是这样吗？谢谢不问清河的 IC，谢谢保龄球大眼的 IC，谢谢演技还在，演技还在是谁啊？土神秘保龄球。发什么呢？你们在这儿？有没有头发滤镜？没有，没有染发滤镜，不好意思。谢谢安云舒的 IC，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小婉的 IC，今天入职第一天，工作顺利，工作顺利。对啊，我刚刚在我的那个摄像头里面找滤镜，没有一个粉色的。算了，以后我也不搞了。你们又疯狂截图，我肯定。
谢谢猛男粉粉的 NC。猛男粉粉，这演技还在的 NC。提问，你别提问了，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猛男粉粉是谁啊？谢谢简单平凡的 NC， 谢谢 Rain Baby 的 NC， 谢谢猛男色腮红的 NC。正经采访你，然后也没猜出来的那个人。那还真不知道是谁。正经采访我。哦。猪猪就是，刚刚不就是你吗？你就是猪猪。真没法猜，名字都换了，头像都一样，这不能怪我，对不对？对不对？观众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肯定怪不到我头上。今天玩一个新的单机游戏，叫做 Beholder 旁观者，一个监视别人的游戏，疯狂监视，疯狂举报。谢谢那个谢谢演技还在的 SC， 谢谢演技还在的 SC， 不能猜不中猛男粉粉。那你给点提示吗？不知道呀。猛男粉粉之前有谁？男友粉吗？谢脑袋圆圆的 NC， 谢谢大大大菜菜的 NC， 这不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一抹绿。谢谢早教未醒的 NC。谢谢 Rain Baby 的 IC， 改 ID 了，哇，以前不是这个名字吗？谢谢 KYU Bunny 的 IC， 对啊，拿到节目组的 offer， 那岂不是？你也可以在摄像头里面监视我。谢谢于叔的 NC， 谢谢 Rain Baby 的 NC。哦，你原来有一个后缀是吧？辞职了，辞职了也恭喜，肯定是。状况比之前好了嘛，祝你找到更好的工作。谢谢耳朵圆圆的 SC， 说啥呢？一个这个游戏是一个反乌托邦题材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类似的作品、影视啊、书籍什么的。谢谢陈淑芝的 SC。怎么都在说我的头发？玩第一步，第一步好像
评分高一些的。第一部是2D 横版的，第二部好像是 3D 的。谢谢欲买桂花同载酒的心愿人球。头发很好，不玩。不信你们的这些挑衅，我有自己的判断。哎，Random Princess 的 SA 没有头发好好看，好显小。那、这个过度入土的小人球。谢谢江东浩妈妈林孝俊老婆的 SC，猪猪看着主播，你们说的是汤猪猪吗？谢谢怒打哈蒂斯初九的舰长，谢谢谢谢鹊桥的 SC，不要喂食猴子。下来我看看，谢谢 Rain BB 的 SC，谢谢唐本海胆胆的 SC，谢谢夫妻粉的 SC，嗯，刚上完小升初的年纪，谢谢啊。我信了，谢谢 Rain Baby 的 IC，谢谢塑料爱的 IC，很完美。打个缺德的时候就显头小，啥意思？你话里有话。告诉你们，我马上就要练出太平洋宽肩了。我跟你们说，那时候不用剪短发，我也显得头小。对哦，已经是太平洋宽肩了。谢谢 Rain Baby，谢谢很久没演的 S，谢谢猪猪 N 次方的舰长，谢谢清风婉月福州令的舰长，谢谢猛男色腮红的 S。七大洋。七大洋，还有七个大洋，展示是不可能展示的。我很想展示，但是害怕我直播间没了。谢谢荧光麒麟臂的 IC，谢谢 The Asper World 的 IC，谢谢无影2315的为你加冕。没事儿。又不是你的直播间，真好笑。
你们就隔着衣服看，这还看不出来吗？太平洋宽见。谢谢我帮你的 IC，谢谢微糖汁淘淘的 IC。封不了，真的。当我不懂。玩游戏了，不给你们瞎胡闹。谢谢林哥的 IC，谢谢早教卫星的 IC。脸颊肉练一练，脸颊肉还能练？脸颊肉还能练？还有人把脸颊肉往大里练的？对，哈哈，不愿再抽屏的 IC。动物庄园。小桃子说什么都对的 IC，谢谢腹肌粉的 IC，这都不能播啊！你们就脑补一下好不好？你就看着这个画面，自行脑补一下。太平洋宽肩加我的巧克力腹肌，相信你们一定有这个想象能力。if 这是816的 IC。声音小吗？谢谢糖满海胆胆的 IC。麒麟臂是不是？那个手臂，我肯定是没有夸张啊，实事求是的画的。你如果说。这个保龄球眼睛画大了的话，那我承认，对吧？卡通形象眼睛画大一点也可以理解，但是众所周知，手臂的这个大小是没有办法去夸大事实的。塑料爱的 IC 抱个鳄鱼，杰伦 baby，那个叫什么？谢谢卡布卡的 IC，谢谢鱼 king 的 IC，谢谢 astro 的星象人球，谢谢先胖十斤的为你加冕，先胖十斤，
我的问题，我们开始游戏。哦，选择难度啊，这个难度政府精英通过不同的选择和挑战体验原汁原味的游戏风格。练习模式，社会回暖，缩减主要开支并增加收入。练习模式是不是有点不符合一个技术主播的，他为什么只有两个选项？练习模式，这个你哪怕你起一个简单模式，我也能点得下去。你起了个练习模式，感觉闹着玩一样，这有点太侮辱我了。我不能选练习模式吧？肯定左边，对不对？谢 Rain Baby 的 NC。我叫亲爱的卡尔斯坦，我们很高兴的通知你被任命为克鲁什维奇六街区地级公寓的房东，你必须到达公寓并开始工作。已经给你和家人分配了一处位于一楼的住所。在体检过程中，我们已将实验性药剂注入到你的身体内，它能够抑制你的睡眠需求，这样你就有更多时间服务祖国了。哦，我现在就是一个不需要睡觉的一个打工人呗，007呗，每天就是疯狂加班。欢迎加入精英关节分配部，牛了！亲爱的卡尔斯坦，我现在是一个房东。我们很高兴的通知你，你已被指定为克鲁什维奇六街区地级公寓的房东。不需要睡觉的，你必须立即到那里并开始工作。人工智能，我我们已给你和你的家人分配了在一楼的一套公寓。他怎么又念了一遍？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女儿。我们在你医疗体检过程中向你的身体系统注入的实验性药物会抑制你对睡眠的需要。你体检你打我干什么？这样你将会有更多时间服务你的祖国。这是妻子。我的房子，我现在是整个这栋楼的房东，我就可以监视所有的人。和郑文文的副部长，哦不，刚刚被打的那个人不是我，这个才是我。戴眼镜的那个应该是上一任的房东，他因为触犯了什么法律还是什么，然后被分配部。被带走了，分配部修理一间公寓，然后将其租出去。修理一间公寓，然后将其租出去。好的，哎，怎么卡住？谢谢汤汤，汤汤前女友的舰长。就是要好好干活，而且我是不用睡觉的，如果活干不好了就跟刚才那个人一样的下场。这是我的上司，点击他开始将在当 NPC 头上出现感叹号，意味着他有任务交给你。这是我呗，哎，这是我吗？我还挺长得挺壮实的。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太太叫安娜斯坦，哦，都是斯坦。我的小女儿叫玛莎斯坦，就我的大儿子叫 Patrick 斯坦。背包里面空的，现在是9月1号啊，开学了。
布鲁诺·海波夫，这是我的上司。你一定是卡尔。下午好，我代表秩序部欢迎你入职。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将异端分子赶出房子，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刚才那个人被赶出去了。我同意。你的前任连最简单的任务都完成不了，如果一个人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却不能完成如此简单的任务，那么只有一个结果，他是蓄意为之啊。如此一来他也就堕落成了逃犯，他就成了逃犯了吗？这么严重。眼下你的工作就是监视你房客的所有事情。所有事情的意思是指绝对意义上的所有事啊，就是他们在房子里面的任何的行为，吃喝拉撒睡，我全都要监视，要追踪他们，并将任何可疑的行为记录在案。这一拳喵喵喵的舰长，哦，挡字幕了，那我放左边吧。不行啊，左边也一样啊，这咋办？放这儿行不行？这咋办？能把摄像头关了吗？放这儿？右边中间？就这样。可以，先放这儿试一下。我尽量都念出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好公仆并赢得名声，就该那样做。你想要成为一名完美的窥探者，那就记录你房客的特长、喜好，甚至对话。我怎么能这么问呢？这想一想就可以，我不能这么问。观察并记录，监控摄像头会有所帮助。我们从头开始做。观察并记录。管理过公寓吗，卡尔？哎呀，我这需要帮助，我帮助你，但你要睁大眼睛，不能错过任何一件事情。80万粉丝了，谢谢谢谢谢谢。要睁大眼睛，不能错过任何一件事情。工作日志，哎呀，那我这又把工作日志给挡了，这咋办？我还是放左边吧，好不好？滚动标签并查看，然后就是任务档案。地下室，我们现在是在地下室吗？有一号公寓、二号公寓、三号公寓，这已经住着人了。然后这些还空的，那我要花钱，其实就是赚钱，然后修理，赚钱的过程。哎，这喜欢玩这种游戏。政府法令，哇，你看这是1984年，1984年9月1号，法律禁止窝藏罪犯或掩盖他们的罪行。监测到一项犯罪行为，回复询问和信息，我的账单。好吧，那我们回到监视器房，在你的房子里安装监控摄像头，来简化你的工作。我们的记录，你的上一任收到了2份，在你办公室找到他们，位置在这个房间的右边。
哎，干嘛去了？哦，在这儿。搜查家具，点击书桌，然后点击放大镜。我人呢？是两个摄像头，全部拿走。哎，怎么走了？是我的任务，在公共厨房内安装监视设备。公共厨房，公共厨房在哪里？跟着他走到餐厅。点击烟雾探测器后，选择要安装摄像头，点击蓝字移除摄像头。烟雾探测器，哪个是烟雾探测器？这个，在这儿放一个摄像头，点击蓝字移除摄像头，这是移除的意思。刚刚我好像是收到了一个新的政府法令，禁止生产正式宣传。还要把它移除掉吗？再装上，真啰嗦。谢谢北纬三十度吃火锅居民的三个现实人球，谢谢鱼叔的 SC。这边还有一个，再装一个。谢谢先胖十斤的现实人球。装好了。我的第一份奖励，什么？给点钱，300元和这是什么？声望值啊，100。你能在商店找到所需的东西，获得声望值，你会收到监控摄像头。哦，我又有新的了吗？声望值表示你在公众间的地位，你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取，还可以出于私心使用他们来说服周围的人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不幸的是，我和部长还有事情需要商讨，但是你可以随时使用你的私人线路给我打电话，并咨询我任何问题。一定要接电话，不接电话会怎么样？你和我都是在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完成好部长的命令就是我们赖以糊口的黄油面包，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一些房客很有威胁，你的前任没有处理好所有事务，我们希望你会做得更好。直接告诉我怎么做。首先，密切监视房客，一旦收集到了证据就提交报告，警察会处理剩下的事务。我们伟大国家会从我们中挑选那些勤勉工作的人，重重奖赏。如果帮助你完成任务目标，部长可以对伪造。如果会帮助你完成任务目标，部长可以对伪造和敲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觉得我的工作不该是这样的，这危险发言啊！我将全力以赴。我喜欢你的工作态度，不要着急给部门打电话，我随时都可以向你英明的导师寻求建议。我给你的钥匙能打开这栋楼里的每扇门，确保你进入房客公寓之时房中空无一人。哦，就是我要去趁着那些人不在家的时候去安装摄像头呗。很多市民仍然认为私人生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其实，哦，就让他这样吧，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私生活不被打扰。但实际上，我要通过监视他们赚钱养家糊口。
现在就去工作。好的。哎呀，这才爸爸刚赚到300块钱，这个小姑娘就饿了，怎么了？我就问我的妈妈。说啥？你会跟我玩吗？现在不行，玛莎。结束对话，询问房子。你喜欢我们的新家吗？非常喜欢，新家很大。我们有3个房间了，以前只有一个，此外还有一台电视。会搬走我们的电视吗，爸爸？没有，亲爱的，没有人会拿它的。哈特里克说，他们有时会放动画片。哎，心情不错啊，聊了一会儿天，小姑娘心情不错。我现在没有摄像头啊，背包里。哎，这是，哎，怎么不理人啊？嗯哼。怎么了，卡尔？谈论工作。他说：“刚才警察驱赶我旁边那个戴手铐的人，吓着我了。”那是谁，卡尔？前任公寓管理员，他没弄完好他的，完成好他的职责，真是一场噩梦呀！谢谢微糖芝士陶陶舰长，谢谢青青青瓷的为你加冕。卡尔，同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不要担心，亲爱的，我会成为一个好经理的。不要担心，完全没得问题。这边还有什么？浴室吗？这是洗衣机。这是干啥的？这是我自己家啊，我自己家我需要监视吗？我想问。谢谢懒猫醒了的幸运人球。这是啥？他需要伞。给部长打电话，我现在需要给部长打电话吗？打个电话。收到新的法令，所有……支局部，你的电话已被接通。你好，卡尔，你已经了解了主要职责，做好准备接受任务了吗？帮助。你对什么信息感兴趣？收集房客的个人信息，搜查公寓及其中房客的个人物品。物品描述中可能含有个人信息，点击此信息将会发送到个人档案中。二，与房客交谈，当他们说出重要信息时会被写入档案。这其他信息，翻新大楼，在商店购买你需要的修理工具箱，不同的设备和家具要用不同的修理工具箱。就是投资呗，投资一些，不是投资，买一些东西工具，然后才能开疆拓土，然后再收租金。点击家具，然后选择工具涂装来进行修理。每次损坏修理都需花费一个修理工具箱。翻新公寓并招租。点击公寓前的施工卷尺开始翻新公寓，翻新需要交时间。使用你日志中的档案标签，点击修理来修理一间公寓，点击迁入按钮入住新的房客。记录特征，点击书桌并选择日记选项，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所要求的表格，将档案发送给信息部，有人会来检查房客的品性。如果你的表格填写正确，会得到奖励；填写错误会被罚款。好严格，撰写报告。点击书桌并选择日记选项，打开的窗口中选择所要求的表格，将房客的信息填入报告中，将报告发送给秩序部，会被检查的。如果你正确填写表格且证据确凿，嫌犯将会被惩罚，而你会得到奖励。如果你没有正确填写表格且证据不明，你将会被罚款。接受任务。2号公寓设置监控，雅各布·曼尼什科住在哪？2号公寓，没有地图呀。随时可以在国营商店购买需要的摄像头。
我要先去商店去买摄像头，要在房客不在的时候进入他们的公寓。我们就真的住在地下室，好惨啊。这是哦，这是还没有修理的房间。哎，那这人是谁？这我儿子怎么老往外跑呢？奖励500元，商店购买，搜索二号公寓。我要先去商店啊，商店在哪里？哦，在这儿。哦，它有三种哎，一种。先买一个，我现在只有300块钱。它这不同的摄像头监控器的这个视角不一样，你看这个视角好狭窄。但我现在买不起别的，我只能买它。哎，我不会连150的都买不起吧？电工的工具箱，家具木工的工具箱。哦，这是用声望买，不是用钱买，这个是用钱买。摄像头是用声望买的，那我先买两个。不要声望了，买两个摄像头。他们在干啥？有人来了吗？二号公寓，二号的公寓在这儿，来这儿。先，你们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先，顺便先敲门啊，搜索二号公寓，先看一眼。有人吗？这没人，我能直接进吗？敲敲门，如果没有人来的话，我就破门而入。哎，你们是谁？我不能让人看到啊！真的没有人。这个人在这站着干嘛？我跟你聊聊天。啊！我给了他烟，然后我的声望上升了，是这意思吗？那我肯定要进去了，没有人理我。快速！这个战斗，这是谁啊？安装一个摄像头先。哎，不对，在这儿装一个。搜集他的情报，他的情报我搜查一下，床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啥也没有啊。感觉好危险，突然回来怎么办？这也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哎，碎瓶子，使用一点小技巧，一个碎瓶子就能变成危险的武器。偷窃啊，盗窃犯根据法律将会被起诉。那还是算了。怂了啊，吓死我了，突然有人进来。
什么信息啊？什么都没有。喜欢赌博。收集到就好了。好了，我可以走了，出来吧。哎，不行，等一下，这不能被人看到了。我要出来是不是不太合适？被看到是不是不行？哎，这有小偷。啊，不对啊！完了，我被发现了！完了，道歉并离开。很抱歉，我这就走。完了，完了，被抓包了！太尴尬了吧，太尴尬了吧！是我太慢了吗？抽烟吗，大哥？来抽个烟。认识一下，你是谁？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新任的公寓管理员。我赢得那场名为在意新经理的比赛，什么意思？我不在乎你和你的交易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吗？没，有，照顾公寓楼是我的职责。对呀，我怂什么呀？怎么的？我有全楼的钥匙。这个大楼我说了算，我想来就来，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小心点，你的家庭并不是什么坏事都不可能发生。怎么的？他这个鬼鬼祟祟的样子很像一个小偷。我要搞破坏了，你等着，你忙了。因为想制造信任人球。哎，这是什么？抽烟斗。我给部长打电话。哦，好，我要去打电话。打电话。参考，打电话，报告部长。恭喜你的第一个任务完成了，你得到的奖励500块钱和50的声望值。根据我们的内线消息，雅各布正在做违反政府法令，做什么法令的事情？使用监视摄像头暗中监视他，当摄像头监测到有房客正在做违法的事情时，操作图标会改变颜色，点击图标向档案中添加证据。好的，既然他发现了我偷偷进入他的房间，那我就要举报他。所有苹果必须被销毁，禁止储存或使用它们。啊，那苹果不让吃。禁止在秩序部面前唱歌，禁止生产药物。天哪，收集他的罪证，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坏事？这个监控摄像头太小了。还有一个摄像头。我是不是要装两个呀？不对，它这只有一个地方。我买点东西。这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自己家里面装监控啊？我没懂。
死在这件新闻，矿工工会领导儿子倒地不醒，据说因为罪犯向他体内注满毒品，好可怕。你是谁？向你致意。交易？怎么交易？你今天卖什么？来看一下。OK， 买东西。Whisky， 蓝色领带，巧克力棒，绿色领带，螺丝刀，书，阿司匹林。哎，不是不让生产药物了吗？我能不能举报他？哎，他们刚刚楼下有人想看书，我买本书好了，买个书，买个巧克力，没事，有钱。好，再见，商人。我都不用睡觉的。哎，不想看书了吗？这是谁啊？在我们家里？这不是我们家的人吧？他是谁啊？马克·雷纳克，你是谁啊？你……哦，公共厨房。哦，对不起，公共厨房。原来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档案管理员。我不得不住在森林公寓，希望你把这儿的所有东西都放好。哦，他还是领导吗？询问妻子，楼上在咖啡厅工作，总是在厨房，非常喜欢烤面包和蛋糕。他说的是我的妻子是吧？哦，不对，他的妻子，这是我的妻子。这边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现在没有什么，这时候我也要装一些摄像头才好。我什么都没有监控到呀。快干点坏事好不好？哎哎，收集到证据，他做毒品，那你这不是找死吗？举报，这被我拍到证据了，要开始撰写报告了。哦，来写报告。看完了，这也太大胆了，居然制作毒品。写报告。谁？这个人？哎呀，他是公寓号是二号吧？违反了法令。哇，这么复杂啊，这什么法令啊？药物，那就是6041号法令，来自9月2号的法令。哦，我可以直接将收集到的材料拖过来是吗？收集到的材料，我的材料呢？材料的呢？我的材料呢？访客页面。我要先给他建立档案吗？现在没有什么。
婚姻状况我怎么知道？独自居住吧，应该是。职业？他啥职业？右边点儿。啊，这个哦。哦，哦，好吧，不用建立档案，我现在。不确定其他的那些东西。6041，9月2号是吧？好的，弹完了，确保每个都是正确的。发出，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啊！直接打翻！哎呀，快把我的小莲拿过来的心愿人球扣走啊！钱了，新的任务没有吗？维修二号公寓，为二号公寓找到一位房客。维修，我要怎么维修？修理。迁入。阿洛伊修斯·史帕克。一个医生，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一个正直的房客。哦，我还可以选啊，他太正直了，我怎么赚钱啊？我当然不能用正直的，就你了，梅伯船水手长。哎，我把这些都修一下。这个花钱花的可太多了。500块钱没了。四号公寓也修好了，就签个人吧。算了，你就进来吧。我不管，反正他就算正直，我也找茬，给他搞一点。打电话，要去打电话哦。只要完成任务就要打电话是吧？哎，那我刚才不是已经收到钱了吗？不打电话，报告。如果你错过秩序部的电话，将会被罚款，必须一直在你的公寓里，并在电话响起时接听。就算是你死，好可怕！你清除了违法者，现在调查你的房客对席莫尔的意见。查明其他人认为他怎么样，在你填完表后记录他的特征。调查其他人，哇，真的，我要一直工作。席莫尔是谁来着？
是席莫尔，就是刚才被抓的那个叫席莫尔，这是我们家的人。哎，不对，这个是席莫尔，一号公寓。跟他的妻子交谈，我先去找他聊天去。要不要先买一个摄像头？有一个摄像头。敲个门。开门，开门。了解一下你们家的情况。开门。没人，没人哈，那我可就要进去了。哇，先安装一个。再买几个。这装备小一点，这儿这么多，床边再装一个。算了，他不在，我先溜了，我先走了。万一被抓住就不好了，我要先去。跟他妻子谈完了，还要跟这个三号公寓的人交谈，是不是？三号公寓的人还要跟我的家里人交谈。哎，直接进啊！进了哈，装一个。哎呦，这还没装好呢，我吐了。哎，大哥，我们聊一聊。我能挡过来？哦，他就是刚才那个人是吧？询问 Klaus 席默尔，你为什么想知道？给出不能关于不能给出命令的真相，给出模糊的回复。你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此外，好奇心是一种可怕的过错。我有一个同事经常干涉别人的工作还有文件，问一问他被送进监狱了。不行，我要好好跟他说。再询问一下关于命令的真相。这是我的职责，我看到哦，告诉他命令真相，他就说这是他的职责，所以对付他一定要说实话。看到克劳斯在买建模工具箱，他们没有孩子，我想那是上天给予的礼物。那之后我看他把盒子用纸裹起来跑回家了，我认为他是给自己买的。谢谢啊，帮我大忙了。哼，最好别干坏事。是谁？他有个感叹号。哦，这是那个新的租客，琼斯，水手长。培训，我们正在进行反宣传培训。你一个人吗？是的，我独自居住。特价，
么特价？我有一个交易。时事艰难，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他有鱼罐头，我认识你们这的每个人，帮我找到一个买家，我会付你很多钱。我能干这种事情吗？持有保罗威廉姆斯书是违法。我买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吧？请问质量怎么？这个罐头的质量是怎么样呢？质量最好的，去市场不安全，想把它悄悄卖掉。它不能自由买卖是吗？在货仓内找到了罐头书，没让你先送我两个。如果它没有被钉在地上，那它就不属于任何人，所以我把能拿的都拿走。同意，我会试着卖你的罐头书。太好了，每箱有50个罐子，批发价是每罐50，市场上每罐能卖100，所以每箱是3000。每箱有50个，那不应该是5000吗？我靠这个来赚点钱是吧？你给我3000，然后将它全卖了，不管你拿到多少，卖出超过3000以上，他不会是个骗子吧？问题是我现在买不起啊。50罐质量堪忧的鱼，我现在没有钱啊。你先进去吧，我感觉你在骗我。他在干什么？他在拿枪。算了，我还继续要跟其他人谈话呢。这个家里的人怎么一直不回来啊？算了，我先去跟我的女儿聊天。安纳斯坦，关怀一下。家庭问题，我需要你的帮助。找不到足够大的炖锅，我还要买锅，因为一个旧的生煮锅就报警不值当。你肯定把它落在我们的老房子里了。我要找一个邻居问一下生煮锅的事情。生煮锅是什么东西？我的女儿呢，宝贝女儿？他们怎么？你是谁啊？哎，等会儿，我要找你聊天。这是那个席莫尔的妻子，来认识一下。你把家人带过来了吗？我们刚搬进来。询问生煮锅，能借一下你的生煮锅吗？我有一个合适的生煮锅，可以。谢谢哦。没事，他用不上这个。这是他的礼物。哎，等会儿没聊完，我还要问问你的丈夫。聊聊丈夫吧，你丈夫怎么样？他看起来很不安。这是他丈夫，他感觉不舒服，收到了一个装着电影胶卷的包裹。他喜欢摄影。哦，聊完了。这是我儿子。谈论工作，跟儿子谈论什么工作？来，有什么需要吗，儿子？我有一个问题，父亲。经济课开始了，我们收到的要阅读的书目，但是我没有卖这书，可以在市场找到旧的，但价格很高。可以问你的朋友吗？你和聪明的人说话了，我想问你做什么？没问题，去借经济学方面的书籍。这问谁借？哎，我女儿呢？在睡觉吗？这是女儿在睡觉。算了，太晚了。这是几点？这不会是半夜吧？
我要去找那个三号房的雷纳克聊天，人也不在，很烦。你是谁？可以给我借一本书吗？见面。你们的房东我是，他是内科医生。哦，他是不是住在我，他是我新乔迁进来那个邻居四号公寓的内科医生。原来是一位高大的女士。你一定听说过我，整座城市的人都认识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当然我听说过了，不要夸我，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我是职责所在。我会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你非常忙。询问进展，谈论。我没有必要跟他谈。询问进展是什么意思？你还好吗？我每天就是忙啊忙啊忙啊，病人总是跟我吵。你是医生吗？尬聊了开始。我甚至能治好一个没生病的人，就是让本来没病的人更加健康。接受过任何教育吗？你在开玩笑吗？我已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了医疗事业。啊？什么？我的书违法了？我哪有什么违法的书籍？我的书怎么违法了？不要瞎说好不好？人家说阅读和持有这个人的书是违法的。保罗·威廉姆斯，我的书是他的吗？他给了我一个威士忌，这个我刚才要花很多钱买的。算了，麻痹神经的东西还是少喝为妙。我现在喝酒违不违法？进口苏打也是违禁品。他是卖东西的人，你是谁？哎，我上来了干嘛？他还在这儿。算了，我继续去安装窃听器好了。那个人等不到呀，你说说。抽烟，没人，都没人。哦，不对，这就是刚才那个女的家里，她要上来了。我先去。嗯？哦，不不不，他在这儿呢。那你在这儿，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跟你讲，等着被我搞吧，医生啊。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完了！对不起，对不起，大姐，我错了。咋办？他很生气。哎，你别走，我是要找你。马克的妻子呢？我问一下你吧。请问妻子？哎，你妻子，你已经告诉我了吗？罗莎是哪一个？他就住在三号公寓啊。你老婆呢？快去看看我的宝贝女儿。
就怕我你问我的宝宝。玩吗？现在不行用了，是吧？丢失玩具，他的玩具丢了怎么办？洋娃娃，最后是在哪里玩？家里。哎，这人，咱不知道你们念的是。这个人怎么来回乱窜？我都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吧？锅我不是，锅我还要还给妻子吗？等一下，我看一下。找一本书，找一个洋娃娃。对呀、啊，凭什么他们住在地上，住地下？嗯哼，嗯哼，给你锅。你没有得到糖的供应卡，不是我的错。搜索一下有没有小娃娃。柜子里有没有？就是这个吧。嗨，嗨，女儿。我找到了，真棒！想起一个很棒的游戏，想让我告诉你吗？耶！那我现在就需要找一本书咯。书要在哪儿找呀、啊、那个人怎么还不回来呀、啊、罗莎雷纳克什么情况、啊、夜不归宿。经济学相关的书我可能得要去问一下我的邻居了。这个人又回来了。三号房客有书，真的假的？那我去敲门。我想问书，请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经济学的教材啊？你就不能把钱花在比书更有用的东西上吗？啊，谢谢，但我会对儿子向你的建议表示感谢。你是不会给我的，需要我自己去拿，我知道。好，你要买罐头吗？告诉我奶奶，她在餐厅工作。你老婆呢？再见，儿子啊，你去，能不能去图书馆啊？不想去图书馆，那上班的女人待人态度很糟，她不喜欢我。
我已经等我的书两个小时，他一直以来都在书架上，我看到他了。完了，我剩的时间不多了。唉，这怎么办？还剩九个小时，怎么办？那个人不出来，我没法拿呀。还有，那个罗莎·雷纳克在哪里啊？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我吐了。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禁止穿着或销售牛仔裤。哎，不会一会儿不让卖罐头了吧？我得赶紧卖我的罐头。这大哥这儿回家了，真的假的？敲门，别睡了，别睡了。哦，哎呀，哎，他老伴儿已经睡了。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找了你一天了，就剩五个小时了。哎呀，儿子的任务都完不成了。下午就睡觉。你一定已经见过我调皮的丈夫了，我们有一个儿子和你一样生活在首都。我要问一下关于克劳斯·尔默的事情。高尚的人他帮我拿到了一个上等的白葡萄酒，葡萄酒专家。哦，好的，谢谢。哎，别走，你有书吗？你要不要买罐头？嗯，他拿到了吗？我卖给他了吗？这算是？反正我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吧。我要记下他的信息。建立档案，对对对。尔默，他是住在一号是吧？一号，男，婚姻状况与玛丽亚，职业，啥职业？啥职业？喜欢模型制作。哦，侍酒师他是一个。嗯，职业这算什么？侍酒师那就是咖啡厅厨师。烟草销售员，不好意思，我看到了。那为什么这要写一个侍酒师啊？好了，搞定。打电话给部长。打电话。报告。该行动了，卡尔，你必须驱逐他。
为什么呢？询问关于他妻子的事情，他的妻子身上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管他，执行你认为最佳的行动方案。如何驱逐房客？让他搬出去，我们就会没事了。与他交谈，但如果你在他违法时举报他更好。哦，我就是举报他，他就会走了，是吧？因为他违反了什么禁令吗？哦，为什么要驱逐他呀？240个小时，还好没有那么着急。我可以先花点钱修理一下这个公寓，弄点新的租客。哦，没有人啊！完了，白花钱了，气死我！怎么了你们？反正赚钱吧，还是先赚钱。现在没有人愿意迁进我的房间，这就很尴尬了。直接敲门让他走。哎，在不在家？没人吗？这会儿？发现吧，迅速搞定。哦，这有四个地方可以装上。再买一个。哦，不对，这是三号房，完了，他住在一号房，我吐了。他没有发现我从咱们家出来，这个人的眼神不太行。哎，这儿也没人吗？好险啊！我先买一个。这不是他老婆吗？我在敲你家门，然后你就走过去了。那可不好意思。你是谁？他是谁？哦，就是他。我刚开了他们家的门，他没看到。没事，你什么都没发生。询问房子。这房子属于你吗？没错，它曾属于我的家族。我想把它变成一个寄宿公寓，留给有天赋的孩子们。居民楼。哦，给自由的下棋。哦，你要下棋？下棋合不合法？没收到什么新消息。我抓到把柄了吧？下棋，进去了我就不方便干什么事情。装点摄像头呗，没事儿。这家里没有摄像头，我去装去。先买好摄像头。哎呀，每次很尴尬。看一下三级摄像头长什么样。敲个门。有没有人？那我可进了啊。对不起。
天哪！怎么回事啊？每次开门的时候他们就进来，这就很尴尬。食物中毒。罗莎人家客服的提供鱼汤。所以他有没有问题啊？他也没被抓起来。这怎么办啊？哦，是我的鱼罐头是吧？那怎么办？我逮捕他，气死我了，这个人太坏了。他卖我的。我卖了，我得管你要钱，你先把钱给我，然后我再把你赶出去。知道我是谁吗？你敢卖给我这种品质不好的东西？气死我了。哎，会不会因为这样我被抓起来啊？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我把他干掉。如果他供出去那东西是我，不对，不对，那个罗莎他就知道是我，他知道是我卖给他的，那我完了吧？先拿钱给我们，然后我们再谈。你气死我了！你会很快离开我们的房子吗？是的，我们要离开了。啊，完了。我要去找罗莎，我看看他怎么说。这是谁？哦，我要把他赶走。你回来了，敲个门。你知道你不能在这待了吗？哎，不对，我刚才跟他聊过，他说要下棋什么的，怎么把他赶走啊？啊，你是不是被派来监视我的？以驱逐。讲述革命者的提议什么意思？你必须更加注意。我接到命令要把你从楼里赶出去。什么？他们想把我赶出我的房间？如果可以的话，早就离开这里了。你打算怎么做？提供帮助。哦，我要提供帮助，你是不是会给我钱？我想帮你，你为什么不离开这座城市？你为什么会关心我？我想帮助你。我正被人追捕，很难相信哪个人会对我的遭遇感兴趣。我被送去了烟草店那个靠近浴室的小木隔间，他们拿走我的出城许可，没有他我只能被困在这儿，你懂的。什么是出城许可？你应该知道这样的事情，这份文件能够帮你进入战略设施或者离开这座城市。火车站港口和有检查站的道路我都不能走。我收到了这么多的回复，文件被送到档案室做数据资料更新了。他们告诉我可以在那儿取回文件，去了档案室，他们说没有任何文件了。我为了给巡视员递交检测申请，已经排了一个星期的队了。两个月过去了，我被告知我的申请用错了表格，我需要的表格他们已经没有了。档案馆里的文件丢了，是的，文件在档案馆。他们说这是逼疯来查文件的人的一个绝招。对，不是清白的。关于档案馆，我们无能为力。我为什么要帮他呢？帮他有什么好处吗？而且是要我把他给赶出去的耶。如果没完成这个任务，会怎么样？但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任务了，从档案馆获得他的证件。档案馆在哪里？
这家伙好坏啊。哎，他出来了，我要去他家里装监控。你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吧？装个三级，这能放三个摄像头，这装个二级。没有声望买这些东西了，搜一下。偷窃，偷窃还是算哇，他又回来了，他又回来了，我出来，及时出现。哦，他又出去了，哎，那你出去了，那我怕什么？继续搜，搜他的，搜他的，搜他的床，他在站着干啥呢？车走了，大翻特翻。不会回来了吧？回来啦！有什么禁令？禁止在中央广场外哭喊，那个超过三人集会都是，超过三人集会都是非法活动，禁止持有外国音乐。我是不是可以陷害他们？哎，我当着你面进别人的屋子会怎么样吗？啊，他怎么在哭呀？他想我了，想爸爸了。我就怕你问我的妈妈。看到我？天哪，我只能工作。男主角，咱不知道你们应该是男主角，咱不知道你们不是感叹号。巧克力糖果，了解发生了什么？玛莎感觉更糟了，阿斯匹林没用，啊？他需要医生？找一个医生？哎，楼上不就是医生吗？那我就去找那个医生。好了，我不搞他了，我去找医生算了。哎，儿子，你又怎么了？看到一个好女孩，并想约她出去，都什么时候了，儿子？
去啊，他喜欢去剧场，他说他想去首演之夜是我的机会，所以呢你要钱550。我推迟决定吧，我想一想。不能说要钱我就给你，多危险啊，是不是？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哎，那个大姐呢？在睡觉，别睡了，起来给我女儿看病。起床。啊，瞬间起床，还挺好说话的。快去给我女儿看病，你我女儿病了，你能给她做一下检查吗？我当然会检查她的，这是我的职责，谢谢啊，快去。哦，真去了，约会之夜，等会儿看一眼。哦，奖励是50的声望，550块钱换50的声望，这事儿值不值呢？想一想，还有9个小时，不着急。哎呀，我还要，对，我要去找那个谁，那个叫什么，罗莎。罗莎人呢？不在家吗？你是谁？嗯。谁啊？哦，这我媳妇儿。怎么了？怎么样？他不会是获，是不是心理疾病？还是觉得咱不知道你们念的是，还是觉得咱不知道你们念的是，还是觉得咱不知道你们念的是，还是不高兴吗？我怎么样了？谈论病情，询问诊断结果。啊，他要想一想，准备好谈话时会告诉我的。啊，你这什么时候啊？都生病了还想一想，这医生负不负责任？啊，那怎么办？算了，孩子也长大了，应该给你自由。你会为这钱吗？你儿子的爱情生活只需要550，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家积蓄的已经将近1/3了吗？哎，行吧，给你吧。再给你20块钱买花，不要忘了在约会前洗干净，不要脏着脖子去剧场。不要告诉妈妈，否则她会把一整瓶恐龙香水倒在我身上的。你儿子，哎，真是，孩子长大了，花销就多了，没办法。你到底想没想好啊？我不想吓到你，但玛莎病情不乐观，她的双肺底部有湿罗因，急需抗生素。虽然我喜欢国产药，但她需要进口。天哪，现在是违法的吧？有没有说，哦，禁止生产药物，没有说进口药物是违法的，对不对？本地药物只会使其恶化，而且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延迟可能导致死亡。啊！每个疗程20000，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我后悔了，儿子，还钱。报价处方法规，我在冒很大的险，完了，这个医生我暂时不能干他，我得留着他。我想一想啊。
我如果抓住医生的把柄，我是不是能让他？对啊，他是不是在骗我？凭什么这么贵？阿司匹林有那么贵吗？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去跟老婆商量一下。嗯哼，嗯哼，巧克力糖果。听说一个戴高顶礼帽的男人偶尔在房子附近出没，可以从他那里买些东西。哦，我能买到 SP0 吗？什么东西？古董的东西。他们正在销售新的家居用品。二楼的老妇人展示她上个月从那里买的香皂。我现在没有那种东西，你也可以帮我看看我们其他有用的东西。你需要香皂吗？嗯。给玛莎买点糖果。几个孩子几个月都没有零食了。去买糖果。新的政府法令啊，不能拥有鱼，为啥？谈论治疗，但这是最终价格。他就是在讹人，要20000块钱治病，怎么办啊？我现在，我到哪儿去搞20000块钱？有生命危险啊！90个小时，那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个3000赚到手？我的天啊，20000块钱了，怎么办？等一下啊，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能有一个这个医生的档案了？我去搞一搞。我搞一份他的档案，是不是就可以？医生家有糖是吗？好，一会儿去看看。医生是他，叫什么？阿洛伊修斯·史帕克，住在4号公寓，女。婚姻状况，独自居住，职业是医生。哦，这可以赚钱啊。是4号吧？啊！房客性别错了，这是个男的啊！我还罚了100块钱，气死我了！他是个男的呀！哎呦，这个男的，哎呦，太惨了！有了他的档案，我能干什么？现在还太哦，敲诈信！你，就是你，你违反了。哦，我懂了，我把违禁品塞到他的家里面，然后我敲诈他。等一下啊！哎，不行啊，这怎么才1000元啊？这敲诈才能敲诈到1000块钱啊！我想想啊，现在有什么法令？鱼禁止，禁止生产药物。
么苹果呀？我能，我去找那个商人买点东西，然后塞到他家里面。我需要20000块钱啊，朋友们。不然女儿就完了，女儿有78小时了，只有怎么办啊？我78小时搞到20000块钱，这也太难了吧，兄弟们！回家了，你说说，现在去哪儿买啊？对，那个大姐回没回来？睡觉呢，别睡了，起床！你的鱼卖完不给我钱吗？天哪，我需要一笔巨款啊！我现在，怎么又是你自己？你媳妇儿呢？哎呦，你都完了，完了！我的罐头是狗屎，他都知道了。怎么办啊？他会因为你而被送到监狱？哦。平息事，我为了平息事件，我还要花钱。控告水手长，恕主，这怎么办？哎呦，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要钱那是不可能的，我要控告他，水手长将他们给我的，去找他。你这个混蛋，罐头食物一定被偷了。你的小海马会得到他应得，啥意思？哦，他没骂我吧？他说的是那个人，他去找他了，他直接进去了，我能不能举报他私闯民宅？哎呀，我监控不到呀，好烦！哎，正好去他家，哎不对，他家我已经都布控的很好了，去他家偷一波。调虎离山，你们俩先吵着。哎，他怎么就出来了？先搜一波。完了，他回来了，回来了，出来。这是谁啊？哦，是你。我去找你，你怎么还没被抓走？他在喝酒，谈论观赏食物。他们把事件保密了，事实远不是罐头食物那么简单，那些飞鱼也腐烂了，主管要为飞鱼负责，已经被送进监狱，我就不应该答应这些事情。询问儿子，询问丈夫，他在钓鱼竿的陪伴下度过了假期时光。好吧，他对我倒是挺客气的，为什么？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能不能有新人入住呀？没有人。啊！这是什么？不能加速！先暂停。哎呀，我的钱怎么办呀？去哪赚钱呀？我现在。
禁止谈论战争。哎，他们之前有人谈论战争。这是谁啊？哎，这人走了，他们都走了。我要去他的屋子里。苏打水，好家伙，我可以勒索他了。1000块钱过于少了吧？那我要偷窃是不是不太好？有没有什么东西？哦，你这违禁品还真不少。现在就是与时间赛跑了，还赌博？哎，他是不是回来了？哎，等会儿啊。哦，他还骂我。好的，你想找枪 ？Nice。啊！在卡尔葬礼的那天下着雨，便宜的松木棺材被带着岩石的泥土覆盖，秋天暗淡的太阳从厚厚的灰色云彩中冒出家来。薄雾定格在公墓上空，卡尔斯坦家的任何人都没有注定活到年底。有存档吗？这人也太彪悍了吧，一言不合就开枪。哦，我把他出卖了，所以他就打我。那我不能跟他正面那个。哎，这到哪儿了？现在买点糖果。
只有两万，我的天哪！班啊，看一眼在不在家，不在家，进去。他人在哪儿啊？哦，在这儿呢。我的天，快走快走快走。哎呀，哦，我这会儿还没有出卖他。我如果竖中指会怎么样吗？竖中指，啊，太有钱，不行，完了。我只能出卖他呀，不然就得花钱。这个破罐头，该死的罐头，气死我了！谢谢木妖的舰长。在卡尔葬礼的那天，下着雨，便宜的松木棺材被带着岩石的泥土覆盖。秋天暗淡的太阳，从厚厚的灰薄雾定格在公墓上空。卡尔斯坦家的任何人都没有注定活到年底。什么什么？你这配音什么？什么叫没有注定？叫注定没有，注定不会。哎呀，太惨了。不跟他们聊天了，气死我。有枪的这两个人。我要你好看。诶，他要回家了吗？他这个动向怎么还不太一致。水手呢？现在水手应该是没有的问题。进去安个监控一下，然后给你写举报信。哎，哦，没买了。跟我斗，嗯？知不知道你的屋子里面都藏了些什么？牛仔裤也是违禁品。嘿，小伙子，你的违禁品可真不少。完了，没发现，这都没发现。
他，不要怪我心狠手辣。来，我开始搞你了。哼，你也有今天，卖我假的鲱鱼罐头。先建立一个档案，他叫什么？琼斯。他住在，哎，那是几号？二号是吧？男的，独自居住。你是个啥水手？耶、yeah。敲啥信啊？智，琼斯，二号，你违反了，哎呦，还得想这是违反了啥玩意儿？音乐唱片是吧？音乐唱片、牛仔裤，还有苏打水。音乐唱片是什么玩意儿？啊，6046，来自89年9月6号。嘿嘿嘿嘿嘿嘿。观察一下。收到了不？他害怕了。他放了1000块钱。哎，我再来一遍，再写一个。敲啥信？牛仔裤。嘿嘿嘿。二号，你违反了6045，来自9月5号。哼哼哼，接着写。可不咋的，我就看他不顺眼。苏打是吧？哎，别。6044，9月4号。材料呢？嘿嘿嘿嘿，走去拿钱。哎呀，放了多少钱了呀，小弟？干啥呢，小弟？快回去！我可不能让你知道是我敲诈的你。走走走。哇！哇！哇！3000到手了，女儿还有15000。他要开枪了，我快溜。医生，哎，我找一下医生正好。啊，这怎么办？哎，医生出来了是吧？医生出来了哈，那我去你家。去你家，好险，就差一步。
搜一搜。象棋，这些都不是什么违禁品啊，赚不到钱呀、啊，从这人身上。真是这也太老实了吧你这一家子啊。哎，我能偷东西吗？我就想问。真回来了。钱包。偷东西啊，原来。哦，我可以卖给这个商人吗？多偷点。哎呀，这有这发家致富的渠道，我还费什么劲敲诈？我早都不干净了，他本来就想打我。谢谢浩安的 SC， 谢谢涛涛大长腿的舰长。交易，你今天卖什么？我啊，你不能买，你哦，我可以出售啊。21块钱。穷鬼，有没有什么好买的 ？SP 零，这个是不是没啥用啊？我买要1000多，卖才350，太黑了。换一家去搞一点。哎，医生呢？医生是不是出去了？邮票哪里有邮票？哎。家有邮票是吗？邮票值钱、啊，邮票值钱是吗？好，我去偷邮票一会儿。哎，那个是医生吗？刚才是医生，我去医生家偷，再偷一波。哎，不是，这不是看错了，不好意思，医生在这儿。哎呀，女儿就54个小时了，怎么办啊？有没远的 IC 假货的，我能再写个谁的档案不？给医生建立一个档案。刚才医生的档案是不是？哦，还没写。医生叫什么来着？这个住在4号房，男的，独自居住。医生，哎。赚钱速度也太慢了吧，2万块钱怎么弄啊？我一定要去他家里面敲诈他。
钢琴。劳斯一号公寓啊，西木尔，这是我职业是啥？烟草销售。哎，能赚多少赚多少，能赚一点是一点。71岁了，三号房，女，婚姻状态，和这个马克住在一起，职业咖啡厅厨师。哎呀，这得攒到哪辈子呀？这是马克。多少岁？不是，他是在三号公寓和啥在一起，是一个钻石员工。550。唉，太难受了。这个医生怎么不出门啊？哎，这个家里面是不是没人了？我去搜刮一番。哎呀，还差一万多，怎么办？没人，进去。没人回来吧？书。哎，这医生又回去了。哎，他好像要出去。出去，我赶紧去他家。哦 ，yes， 1000元到手。咋了他呢？日记。医生出去了，好像。哎呀，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哎。啊！回来了，回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回家了吗？算了，我先去楼上，人我已经有你的。我他们去楼下吃东西了，那我好机会啊！先把那柜子和床搜一下，里面肯定有好东西。完了，医生回来了，我吐了，这怎么办？怎么办？哎，没看见我，哎，眼神真好。
下一个勒索的就是你俩了。哎呀，忘了再放一个监控。医生呢？医生不在吗？不是我，哎呀，29小时，那个还有100多小时，不着急，我先去勒索，现在搞钱啊，抓紧。哎呀，医生这个怎么弄啊？他不能打个折吗？10000块钱我也还行。敲诈。等一下，谁来着？刚才是一号公寓的。嗯，克劳斯一号的，你违反了这什么书啊？你什么书？哦，他的书，6043，来自84年9月3号，然后再建立一个档案。小钱算了，没时间赚这些小钱，我准备嘿放钱去了吧。我把他赶走吗？不是，我觉得留着他说不定有啥用，我要真帮了他。哦，你别挠我。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不得不离开这所房子，我们没钱了，并且啊，看来他们找到方法并把我们赶出去了。那你走呀，你快走呀。我先把钱拿了。医生呢？耶，医生在哪里？他们在打包吗？哇，打包了，再见，3000块钱到手。但我还有23个小时，还差10000多，哦，不是，还差8000多。谢谢嗷呜呜总能中奖的舰长。哎呦，快，有没有新人啊？有没有新人？还要花钱修理，没有人想搬进啊！关键是我先不修理了，还得花钱，给钱啊！给你打电话去。等会儿我先看看医生是不是不在，先去医生那儿。那个钱什么时候拿都可以。我的女儿啊，女儿啊，哦，不对，她在家，她在家，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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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还好。那先去打电话。哎，她出来了，她又出来了，我打完电话去投她。我打电话报告不响，但你没有应有的尊重。你成功的驱逐了克劳斯，但你没有应有的尊重，这是生死攸关，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钱？他为啥不给我钱啊？啊？这咋了？他们咋了？哎呦，哎呦！混乱了，我的天哪！门厅上挂了3块标吗？门厅在哪？那不算我赶走的吗？房子都炸坏了，我还要花钱修，我吐了呀！我去，我还要接电话，怎么办呀？还有15个小时。这也太难了，我到哪搞12000块钱？接电话。
发生了骚动，出去很危险，保持冷静并修理所有房子里坏了的东西，你有两天时间。救命啊，我女儿怎么办？女儿，凭什么医生家没事啊？他要出门了，我要去搞他。哎，你们说的那个邮票如果能卖钱的话能卖多少钱？能不能拿到一个巨款啊？现在急需一笔钱啊，贷款都行。邮票价值不菲，等会儿我再找点东西然后我就去卖。哇，还有11个小时，我吐了。商人也在。哎，你别走，你别走， 我在找你，我走了就真来不及了。我没偷是吗？等会儿，完了，我没偷。我没偷。我去，完了。我没偷，他回来了。来不及了呀。来不及了呀。他回来了。有生命危险的意思是会死吗？他们健康状况你还好吗？不是很好，胸口好疼，妈妈一直在哭。哎呀，没有糖。三号房他们都已经打包收拾走了吧。哎，他怎么又回来了？哦，哎，他又出来了。我要进去，我要铤而走险。但是商人走了呀。支付，我吐了，还要支付2000块钱。我进去，刚才在哪儿找着的？哎，这儿吧。这要被他抓包了，就完了吧？他要回来了。他回来了，他要回来了，他要回来了。走了走了，完了。修理家具呀，姐姐。还有2小时。我拿错了吗？那保龄球代言的礼物。怎么办啊，孩子啊，别哭啊。
啥呢？有警察来了。怎么能搞到两万块钱啊？这太难了吧。我们暂停一下时间。哎，我想问一下，如果我重新读档，我不让医生来给他检查身体，是不是他也就没有那个倒计时啊？那我就先去攒钱，把钱攒够了，再让医生来检查他的身体，然后去支付那个钱，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差的也太多了，钱。也搞不到钱。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意义就得是不管我做了什么都是为了自己能活下去，为了家人能活下去，这是前提。如果女儿都没了，感觉没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啊。那这半个多小时白玩了呗。哎，那我就得从那个玛莎的医生这块开始读档啊。那这一个小时就白玩了。从约会这开始，他已经来看了，就是我只有2000多块钱。嗯，我想想啊，怎么样赶紧搞钱。医生来了是不是？我直接去他家搜。现在第一要义是先把他怎么在家里啊？我怎么记得他在地下室？
哎，你怎么也在家里？完了，大哥，好说好说，那个有话好说。嗯，对不起。先看一眼，太着急了。太急了。楼上的呢？这谁呀？哎，不是，我就这谁让你下来了？医生是不是？医生下来了，医生下来了。心狠手辣！哎，哦，我不想跟你谈论，对不起。完了完了，他发现东西丢了，咋办？他发现东西丢了。他不会来找我吧？我先溜回家。哎，他没来，那我再去偷，心还挺大。刺激！啊，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这么穷啊？这医生也太正直了吧。算了，我直接干脆偷东西得了，偷完还可以卖。哎，医生要来了，搜完这一波赶紧撤。赶紧撤。糖果，来不及了，忘了。这家是不是没人了？哎，他出去了，那这不是天赐良机？糖果在哪里？没注意看，我光注意那个有没有违禁品。是在这儿吗？床。哦。那么多干什么？就是偷。直接拿走。这家的人也回来了，现在。这个人回来了没有？哎，他，我先看看，我先看看我的那个邮票能不能卖多少钱。
可以。这就是价值不菲的邮票。天哪，我也太凄惨了吧。他这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呀？音乐唱片。音乐唱片可以卖这么多钱吗？牛仔裤。那些违禁品我敲诈只能敲诈1000块钱，但是我偷出来是不是就值钱了？那他回来了。不是我，他卖那么多钱，他相应的买他也需要很多钱，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比别的贵吧应该。他怎么又回来了？那我就把他赶出去。起床，出门了。谢谢景田八的舰长。先敲诈再偷是吗？哦，买了之后再敲诈，有道理。有道理啊。哎，你们这个思路不错。哎，怎么是你？没事。哎，你别走，大哥别走，我买点违禁品。再买点啥东西啊，想想。哦，苹果呀。480换1000划不划算？糖总不至于那个啥吧？还有啥违禁？领带吗？属于是投资了，音乐唱片。蓝色领带是吧？行吧，就这些吧，不能买太多了。苹果反正现在我也可以去搞一下。医生要出门了吗？我敲诈医生。你的地方没有。哎，我怎么把东西放到他的房间里啊？我如果不找医生会怎么样呢？直接死吗？我怎么把东西放在那儿？哦，放下。我是不是一个苹果只能放一个地方啊？哦，先去他家。医生会怎么样？不找医生会怎么样？不找医生会死吗？会花更多钱？不是，没办法，我现在这个赚钱的速度，我根本赚不到20000块钱，我现在找。
这不也没事吗？这不女儿还在吗？没事啊，我觉得。是这么难的吗？牛仔裤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医生呢？去医院，反正只要后期我能赚到足够多的钱都无所谓。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钱。4000块钱，二号吧，倒是。算了，尽力。6044，9月4号。去写，牛仔裤。哎，我想问的是，我敲诈完一遍，我再去他家，还能再敲诈一遍吗？再搜一遍，84年9月6号，6046。那就挨家挨个的放东西，然后敲诈。9月1号 OK， 建立档案，哇，这赚钱真的不容易哈。
生，住在四号房，男，独居，职业医生。这些无情的凤凰心动，医生，这都太少了，这点钱。离开工作场，我去拿钱去。之前应该有4000块钱。哎，他又走了，那我再去搜一波。嗯，他俩也出去了。哎，那你们瞧好吧，全部拿走。进去。哎，这不是还有吗？我再给你放一个我的小苹果，再搜一下。我非把你搜破产了不可。再放一个苹果。哎，这算两个还是算一个呀？放一个试试。哦，不行，完了，啊，这偷，算了，偷窃，偷窃那是我的。居然只能搜一个呀！我还以为能在他家放好几个苹果。硬币，空瓶子，我这，不能疯狂敲诈吗？哎，这不是又3000块钱到手，看你有多少钱，让你卖给我那个破鱼，这不是还有吗？哎哎，这还有苹果，那我要偷走，我不能给你都留着。快快快，去这家，去这家的，他们家也没人。唱片不知道能值多少钱的，哦，这也可以赚钱，对不对？我想想，虽然赚的钱不多。哎呦，回来了。哎哎，没看见哈，没看见，没看见。哎呀，扔个苹果了，没来得及。哎，他也回来了，他回来了。那我再上去楼上去偷。哎，他好像发现了，东西丢了。我没偷你东西啊，关键。进门。绿色领带，偷一个领带。哎呀！啊！我没有呀，贿赂，贿赂你。对，花了350的声望，对你搜查一定出于安全考虑，现在可以走。好的，再见。哎呀，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啊？天哪！
漏偏逢连夜雨。真的吓死我了！哎呀，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先溜吧。哎呀，血亏！回去搞你们呢！政府之哦哦，我要不对，我要赶的不是他，我要赶的是那家人。待会儿再去赶他们赚点钱。哎，那我先不，哎，那我先讹，我把他讹完之后，我是不是就没办法那个啥了？我把他讹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那个再去把他赶走了，是不是？哎呀，哎，还是搞他，我就看他不顺眼，就你，得把你弄破产了不可。6044，84年9月4号。来吧，小宝贝儿。还敢偷藏苹果啊？这种东西你都敢拿，不要命了？苹果多少来着？6039。胆大包天。就让我这个正义使者来举报你。牛仔裤是多少？89月5号，6045。嘿嘿嘿，再交叉一笔。哎呀，你是啥？6046，4000块钱就这么到手了。6月6号。啊，他无视了，你还敢无视？啊！你不要命了是不是？既然这样，那我就把他们偷出来去卖钱。好吧，我先。哎呀，这钱可太难搞了。还有谁？我看看，刚才还搜了谁？哎，你这大胆刁民，罗莎雷纳克，敢私藏苹果，6039是不是？我是不是得从头玩？那怎么办啊？我还能怎么赚钱啊？哎，新的账，还有新的账单。还要葬礼，还要花钱，我吐了呀！太艰难了。练习模式会怎么样？不会死掉吗？
练习模式钱多，对吗？难受。玩了三个小时，告诉我白玩。我们试一下啊，看看有多简单。亲爱的卡尔斯坦，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你已被指定为克鲁什维奇六街区地级公寓的房东。谢谢雨后的蓝的心愿神球。你必须立即到那里并开始工作。我们已给你和你的家人分配了在一楼的一套公寓。我们在你医疗体检过程中向你的身体系统注入的实验性药物会抑制你对睡眠的需要。也很久没演的，这样你一开始没有练习模式，后来才出，是因为开始没有练习模式大家都弃游了吗？这游戏原来这么难啊！可以敲诈房客，但不会总是买账。没事，这不是刚弄明白这游戏怎么玩完吗？不是怎么玩吗？我已经会了，同意。哎，我不需要帮助，对，好了吧？哎，我现在要在办公桌啊、哦，办公桌找到摄像头。哦，是什么意思？暂停，装两个摄像头。练习模式好了，大哥，给钱吧。工作，打电话去。哎，我可能刚开始花钱有点大手大脚。哎，我要干什么来着？哦。买摄像头先，搜索二号公寓加二号公寓，安装摄像头的，还要先完成这些很简单的任务，先买一波。
么穷，什么都没有。哎，没装好吗？啥都没有，出来吧。去找这个雅各布，问你是。搜集证据，然后并且举报他，禁止生产药物。哎呀，这要重头玩，现在还挺头疼。哦，是这个人的，提防着点他。哎，不对，等一下，搞错了，搞错了，不好意思。是他，我举报的是他，怎么跑到一号房去了？我怎么搜集他的证据来着？哎，我要不要先不请那个医生啊？请那个没有人是吧？现在把他给搞定。没事，他马上就要干坏事了。我可以先买点苹果了，感觉。他怎么这么慢？
没抓到他的证据吧？应该，我吗？还没搜集到他的证据。哦，他不，他不想理我。好吧，那我就送你家了。你，哎，还有人。能不能别在这挡着啊？那写档案没多少钱，就两个消息。哎，你完了！我先给你写个档案哈。你叫什么来着？二号房的人总是有这种危险行为，难。独自居住，职业是啥？无业人员。先赚个500。哦，这钱确实多了哈。然后我再，不是举报你，我写报告。你叫啥？违反了禁令什么？我只要写报告，我都能赚到钱吗？不一定吧。来自9月1号。先敲诈。完了，完了，损失1亿啊！忘了先敲诈，先敲诈了。哎，来跟这个公务员大哥聊一聊。新的房客，医生先别来，就你了。嗯，住进来了哈。维修二号。哦，我让他住到4号了。哎呀。那只能让医生来二号了。哎呀，完了，他们俩现在换了个房间，吐了，先去打个电话吧。没关系，换房间就换吧。调查谁？哦，还要先跟，哎，真麻烦。刚刚辛辛苦苦，好的，早上一开始我就训练行了。你问过他吗？询问丢失玩具怎么了？你把他找不到，我知道他在哪，他在这个柜子里。声望都上升了。
你需要什么吗？我要经济学的书。哎呀，我要问那个三号房的人，好吧？去找一下妻子吧。哎，你是不是有啊？哎，等会儿别走。认识一下你，好。询问最新消息，有消息吗？配额正在减少，更受欢迎部门是采矿业。询问书，哦，你没有书。等会儿没聊完。问一下你的妻子。结束了。这有人吗？哎，你也在这儿，一起聊一下。你走。请问儿子。请问丈夫，结束对话。好，找妻子。家庭问题。哦哦哦，邻居问一下锅。哎，你是不是有锅？等会儿，别走。啊，你没有啊？那我去找别人。敲门之间，敲门，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他们已经被包围了。席莫尔的妻子，他就是席莫尔，先认识一下。哦，他是不是有书？有锅吗？这得问他妻子。探讨对当局的怀疑啊！我很有可能会被指控出售违禁的烟草。哎，等会儿，你的妻子还没有。已经有2600了啊！睡着了，那我去楼上敲诈一波。在睡觉，那个水手在睡觉，别让我逮到你啊！装个监控。搜一波。书，我很想往你那儿放一个苹果，但是我没有买。要现在就偷东西吗？算了，巧克力棒没有关系吧？
这个人要回来了，我就准备撤了。哎，我怎么又搜了一遍？我吐了，完了，完了呀！怎么办？太慢了，他怎么那么快就上来了？哎，那个女人在，我正好找她。对，就是你，我要问关于你丈夫的事情。先借个锅。好，谢谢你。送了我一个礼物。好，我要问关于你丈夫的问题。嘿嘿，我问完了，我的任务搞定了。把锅给老婆，把书给儿子。你锅。儿子不在，先去打个电话。记一下克劳斯·席莫尔的信息。需要建立档案吗？1300元，太爽了！打电话。打电话报告部长，驱逐。询问关于妻子，然后不用了，我会驱逐他的。驱逐他之前，我当然要先捞一波钱了。哎，你在这儿，我要买点违禁品，先敲诈一波。过来。交易。买个啥呀？买个苹果。先买两个吧，太多也买不起。这是什么书？哎呦，我要给儿子的书还没那个。他们家有人吗？这块儿先敲诈一波，进去先搜一波。哎，刚才有没有进来过呀？苹果，有人回来吗？看到我了吗？哎，他出来了。敲诈完他会走啊？那我就还是把他赶走好了。
先去把儿子的书还了。敲诈就会跑。Nice。新的法令，外国货币是违法。不能那个，快把他叫起来，大哥，你该走了。对啊，浪费了我的苹果呀，480的苹果，没事，我再偷回来就好。告他，怎么告啊？驱逐，确认。啊，他要开枪。不是，我现在我告完他，他走不是那3000块钱我就拿不到了吗？我继续威胁他要开枪。哦，他被抓走就行是吗？哦，懂了。写报告。不能来硬的，我得让有关部门去搞他。违反了，嘿，私藏苹果哈。他没有答案吗？等会儿，先小赚一波。他答案我刚才交了呀。6040来自9月1号，收集到的证据在这儿呢。警察来了。写他老婆的，哇！哎，又损失了钱。他老婆，我只有这一点，也就200块钱。不要怪我无情无义。哎，他要走了，我是不是可以？啊，这个怎么在修理中啊？那个水手呢？怎么走了？医生好像要回来。哦，医生你回来了。那我还能再进去搜刮一波不？妻子也要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妻子不是不走吗？只是抓走了他的丈夫，那妻子还留在那儿，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我还可以继续敲诈他妻子吧，应该。部长打电话，先去打电话。是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3000。对啊，随手能敲诈4000块钱的。完成了，奖励3000块钱。贴宣传标语。哦，发生了骚动。没有人想搬进我的房间，为什么？我怎么记得刚才搬进来了？有人？怎么走了呢？6600，得攒到20000才行。房子都炸没了，还得花钱修啊！我的天。哦，水手是赞助啊，他已经走了，那就是，那我的钱都赚不到了，损失1亿啊！这。也原点不能的舰长。该怎么玩？这玩不了了呀！拿起电话，6000多块钱啊，水手啊！2天时间修好这些东西。修呀！我说要买东西，修理东西。太惨了！哦，还要贴标语。家具的这个……哎，不对，这是……不对，买错了，是买这个电工。标语，标语，标语怎么贴？门厅，门厅是哪个？这儿是吧？新的禁令是什么？进口苏打。哎，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别人家了呀？请问，缺钱还是缺钱？修这些东西，修这些东西的同时，我去投点东西，搞点破坏。有一个苹果，现在。哦，他们家有个苹果，我是不是还可以再举报一次？到你家修东西，你总不能来赶我走吧？我来修东西，大姐。修理家具，
进来，真客气。我修的同时能搜东西吗？要不你出去，我慢慢修着。哦，得先敲门是吧？能装个监控吗？算了。家具修理，哦，已经修完了。算了，不跟你多聊了，再见。敲门。修家具。进来，能不能客气一点？什么猴年马月才能赚到20000块钱？没人，那我可就不客气啦。反正你进来我也有的话说，而且我还可以先搜一波。哎呦，你这怎么有苹果呀？这我是搜过的呀，失忆了我。搜一波。啥都没有。太正直了吧这一家人。太正直了吧。搜一波。出租任意公寓，可以，终于可以出，哎，没有东西。出来了，出来了，待会儿就举报一波就好了。哎，这是谁啊？性命攸关。那我感觉，就给你。5号公寓也可以了，5号我也租出去。大学生，租可多，那可就热闹了啊。现在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新任务啊，这个，那我就去搞点破坏好了。写个举报信，哦，不是写个举报信，写个敲诈勒索信。看是哪一个？哎，哦，2000块钱啊，现在是罗莎，罗莎，哦，是老太太。那我也太坏了，你违反了6040号法令，你私藏了苹果，你完了，你要想人不知，除非给我把钱放在花盆下面，等等。
在回复中。哎，去拜访一下我的新邻居怎么样？现在我的女儿怎么了？我看女儿干嘛？越看她问题越大吧。你看这个人，哦，他拿枪了，他履行了要求呀，是在这儿吧？八千多了。哎呀，那个人走了就有点可惜。新房客这儿，我要买点那个啥，拍照的。哎呦，快12点了。差不多就玩了。哎呦，有人啊！没事，先认识一下。看起来是个挺老实的人。见面聊一下，很高兴认识你。询问之前的地址。什么什么？是，我们有很多共同调点。询问消息，有什么新消息？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好，再见。哎，你别走，等一下啊，跟你聊一下。询问姓名，去了解他的意义。我为什么要了解他的意义？坦坦大学，你学什么专业？化学。好吧，没有什么用。好吧，就玩到这儿吧，还是没有攒够足够的钱。存档呀、啊！怎么存档？这是谁？不是房客，他认为我是一个可信赖的正派人，他让我帮他忙。住在你房子里的年轻人，哦，就是那个人，能把这个盒子给他吗？这个人是不是要害死他？无论如何都不要打开盒子，这盒子里面肯定是炸弹吧。我们将会为这件案子支付一笔合理的费用。拿上盒子，然后给他。好，赚钱吧。发生什么？交出盒子，完美。丹顿果然没有看错你，给你钱。然后几天我就搬出去，是干大事的时候了。就送个盒子能赚3000块钱，这也太爽了吧！
谢谢啊，走了，再见。我可以存档了吧？应该。耶，存档。啊，下次可以接着玩。相信练习模式我是可以完全驾驭的，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富人。哎，不早了，下播了，下播了。虽然一顿操作还是只赚了不到一万块钱，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五个租客了，我可以更加放肆的薅羊毛，然后给女儿治病。谢谢 Disguise 的心愿水晶球，谢谢无影的心愿水晶球。下次播应该是后天吧，周三。谢谢沙石良梦的守护之翼，谢谢面团呼噜的心愿水晶球。周三播，周三见。拜拜拜拜各位，谢谢荧光麒麟臂的摩天轮，谢谢夏之日的守护之翼，谢谢 KYU Bunny 的 LC， 换了个头像啊，这个头像怎么看着那么眼熟，粉头发的我厉害了，谢谢冷阳存在的心愿人球，谢谢爱西西西西西的摩天轮，谢谢小桃米酒回收站的心愿人球，谢谢圆脸通红的摩天轮，谢谢桃林流芳的舰长，挺能整活啊，谢谢蓝老师不想上班的舰长，拜拜。哪天玩麻布仔？麻布仔，我也不知道，他们约了好长时间。唉，行吧，溜了，再见，谢谢涛涛的小千看星星的舰长，谢谢耳朵圆圆的 NC， 谢谢搞不到钱的 NC， 谢谢演技还在的 NC， 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拜拜。后天见。